新年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杜詹林。主板建筑股的创建集团 MGB 2020财政年末季净赚5628000令吉，按年大涨70.39%，营业额按年微跌1.52%，至1亿8157万令吉。全年来看，净利报1395万令吉，年涨3.41%，营业额达5亿6327万令吉，年跌25.51%。另外，创建集团也制定了新的股息政策，并宣布每个财政年将派发占净利至少20%的股息回馈股东。尽管创建集团2020年核心税后盈利和少数股东权益按年下滑19%，但是基本符合兴业投行研究的预期，占全年预测的105%。行家维持净利预测，并估计2023财政年的净利约5400万令吉，维持买入评级和1令吉02仙的目标价。